我们是下半场的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荣纪，我是嘉元，我是秉恩，我是秉瑜。哇，你们在打什么呀？怎么这么有节奏感？这是我的新偶像 Chris Brooks 所做的打击乐曲。可是他只有节奏，没有旋律，这样子很无聊哎。才不会嘞，他的作曲方式非常特别哦。是用双脚与棍棒并用而演出的呢。所以荣纪，你现在也变成 Chris Brooks 的粉丝吗？你的观察力真是敏锐。那我现在很好奇，节奏和其他音乐元素有没有什么其他结合的可能性？当然有啊，我知道有一首曲子，旋律与节奏结合得非常巧妙。真的吗？那是哪一首？就是由日本作曲家山泽洋所作的《风回廊风龙》。他利用许多切分音，让旋律和节奏完美结合。哇，那听起来真酷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欢迎打击为我们带来的这两首曲子。